车子抱起来，外面那边雨呢。啊，光这样定，这个上面放衬纸。所以说你这个颜色印到面料上，面料背后会渗透，保护了毛彩的。这有个衬纸，然后跟着一起进，那个多渗出来的墨水就被另外一款纸给收掉了。啊，这后面是收的是吧？对，后面是收的。他怎么搞？